人拍照，我都会先说，玉林哥，我要碰你哦。我都会先讲哦，那是你，所以你是正经的啊。我会说，我现在可以碰你吗？这样子。对啊，但是在外面就不可预期的嘛，就人家就是要勾你的手嘛。啊，你都既然被勾住了，都勾住怎么办？那你不能把他甩开嘛？那他是不是他是喜欢你的人呢？这样子勾 is fine。我们现在讲的是那种啊，我喝醉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走。我老婆以前很介意人家勾我的手，我说这个没办法嘛，她说怎么会没办法？那为什么人家他就举谁的例子，你知道吗？谢振武，他说谢振武为什么没这个问题？后来我就观察谢振武，哦，也是有人跟他拍照要勾他，他永远都这样哦，你就勾不到他的手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对，或者是这样，可是你不能硬扳他的手嘛？可是我硬要穿进去，可是如果对他硬要钻。